新疆莫英哥，我朋友的酒吧在湖北省武汉市，在中国的中部。最近需要招三个女孩子，需要长得好看，会说话，很会跟客人聊天。工作的内容主要是喝酒，然后卖酒。每个月的收入超过2亿，是越南的收入的3倍。我们这边包签证、包机票，有需要的联系我，谢谢。